老师今天开的是什么车？我们咱们今天开的是福特金牛座，是咱们俩现在代言的这个品牌。这车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车真心的价值感是还没有开始看。我有一看先马对马，你一会儿敢骑这些马？绝对不敢。这是我的马，母马太阳，驾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哇！你们看，前面有一群羊正在吃草。但是我觉得这群羊马上就要跑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放羊的人正在熟睡。看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可能是因为这个车的这个按摩座椅的功能实在是太好了，大家看一看。真的。哎，人家。哎，这个带上。哎，怎么样？好看。咱还给这个当箱子呢。哎，你看，不要说戴上真的很帅哈，对吧？像个王子。那咱们现在换一下咱们的蒙古袍，好啊，嘿，当当当当，好，我们哥俩现在换上袍子了哈。我的蒙古兄弟，那我给你拍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真的像一座山似的。哎，你这个是干啥呀？你这是干啥呀？你更新。今天蒙古族服装试穿非常开心，所以我们俩准备把这些衣服带回去，天天穿着。行，咱们深入人心这一次。我咱还真不认。后面要巡演的话，咱俩穿上这个好吧？那真正的蒙古地区的肉啊，就这手把肉啊，这是典型的。我给你切一块啊，切肉呢，切成片儿，哎，加一点瘦，加点肥的。这直接吃吗？直接吃，什么都不用蘸吗？不用，这就是原汁原味的。我尝一下啊，你尝一下。那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太阳饼，嗯，就是这个太阳饼做的有点小了，啊，我们家里做的比较大，比这要大一倍。这个叫沙葱啊，沙漠上那种葱，嗯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奶茶就不用说了，蒙古族最典型的砖茶和牛奶。其实我喝过很多次蒙古奶茶了，但这次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喝这个。原汁原味的加奶茶，回到了阿嘎的故乡，美丽的草原。来照一下，照。副队姐，副队姐，你那造型太土了。谁造型土？洋气的。这个吗？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懂了吗？不懂。Vignale。什么？意大利语。不懂。Vignale。不懂了是吧？来，什么为了你？快，来，给哥今天带你开个眼，看什么叫意大利语。来，往这儿看，看，来往这儿看，读 ，Vignale。对，意大利语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考考你，你说，考考你，你说 ，Vignale 叫你也不懂。那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查一下。